各位中学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谢谢大家今天。对，今天天气有一点稍凉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希望我们低音通完四重奏，慢四声低音通完四重奏，我们浑厚的低音可以带给各位一点心理的温暖。很快，时间过得很快，现在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曲子，这样子。好，下半场当然有更精彩的曲子哈。对，我看一下后面也蛮多空位的，所以各位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有忙啊，请拿着手机出来，对，可以帮我们拍照，甚至打卡，传个简讯，拿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对，还有时间，下半场节目一样非常非常精彩。好，所以请帮我们传个简讯啊，就让我们等一下半场后面会哇满满的都是人，好，可以帮我们这个忙吗？谢谢大家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后面的前台有几位漂亮的前台服务小姐，对，好，然后我们有一些节目单，说各位有没有拿节目单呢？啊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对，好，所以有节目单，对，希望各位给我们点支持，给我们点鼓励，我们一本节目单10块钱，对，希望大家给我们点支持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我们上半场最后的一首曲子，这叫做《怪盗少女》，主曲，这个是一个主曲，就是从日本的一些少女，对，什么 AKB48， 等下好像什么粉丝，对，没关系，对，就是一个比较动感，对，非常富有活力的一首曲子，所以我们上半场最后一首，带给各位这首《怪盗少女》主曲，谢谢大家。